天吗？又来了，哎 ，My friend, how are you？ 我跟你说什么？那种就是我发明蟑螂跟药啦，我来取蟑螂啦，取壁虎啦，因为那壁虎真的很外蛋了。为什么？它很难对付的，真的很难对付。所以我就选了个 good idea， 什么 good idea？ 那我们耽误你们时间，准备一个不锈钢或者塑胶也好，没所谓。后来我就买一个机，怎么固定它了？我教你怎么做了哈。首先呢，就拿上面钢丝线，弄好那个线就了，弄好了之后呢，然后放在里面，我给它走。爬位置，即系如果它走咗位置咧，啲粉会弄出嚟，硬真真就变咗很麻烦啊！嗬，然后咧，睇住里面，哈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，结果很重要哦。嗱，你唔好以为不重要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做给你们看咧，我又怕你们不太清楚，所以简称只做给你们看咧，就蛮。你们很容易走出来，对不对？看过不同的，然后呢，我将那个绳子弄出来，那个的上面钩子在那度，然后在那度一张张弄出来，我想觉得还不够，还不够 ，OK， 没关系，将这上面钩子。为什么我也这样做？主要没给他的蟑螂的粉呢 弄出来，跟随便闻出来就觉得好肮脏啊。但是我也固定的粉呢，不可以做地下，因为做地下呢很多尘埃啊或者潮湿啊，你就很麻烦了。所以变成我用这个方法呢，就可以弄到它固定它的粉啊，结果将这胶纸就是这样。将你上面钩子，我就将你上面钩子 ，OK， 弄出来了 ，OK。然后呢，上面钩子放一边先，我觉得蛮够，蛮足够。因为那种呢，什么钩子都可以，随便你从家里拿到就用了，薄也可以，厚也可以。为什么？那种没有上面的单面钩，就是因为我利用它的。单面的胶粘住啲粉，比较容易逃掉，比较很稳啊。OK， 这样做了，这样做了，那么粘上去了这样找上面胶纸，给它弄住，我给它弄出来。这个也是这样，这个大个，所以看你家里了，如果有。阿鲁米尼的也可以没有所谓的塑胶也可以，最重要拿到来用就好了。膜就不太好了，因为膜是潮湿的，如果放在地上呢，它很容易缩到水，变成你就很麻烦了。这个大的盘子为什么它也矮矮呢？矮矮它的味道容易跑出来，如果你弄得这么高的，因为一壁虎在地上爬的嘛，如果你弄得这么高的，它的味道它闻不到的，或者闻到它不怕，所以我用那个方法超好用超好用的了。然后呢将这个弄出来，就能粘到一点点粘到一点点，根本就弄出来，弄多两条没关系，因为主要我就想那些胶纸给它有一种呢固定它，不要给它呢跑位置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将因为那种普通的透明也好纸也好胶纸也好，它没有一种双面的单面的，所以我想利用它的单面那种粘性粘住的粉，不要给它容易跑掉，因为我做东西很小心的，安全的，什么都要想好好我不怕麻烦，最好最重要好用方便我们就好了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捏了蛮多条了，为什么？
就是固定它，就丢出来了 ，OK。然后呢，那这种呢，胶纸是没有所谓，厚也可以，薄也可以，透明也可以，没所谓的，甚至纸的都可以的。我先就这样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它上面的嘛，啊，上面胶纸就上面，这种黏的，黏黏的，就放上面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我利用它的粘性，啊，粘性那种，你知道吧？我顺便做视频，我等你上拿来用咯，不用麻烦去找时间来做了。覆住整个盘子，整个盘子，因为它的粘性很大，所以你放的粉呢，它不会跑位置，因为它的位置也是蛮。还有那种胶纸可以吸收它的粉的味道，啊，也蛮不错的。我用那个方法呢，因为那壁虎很坏蛋，反而蟑螂呢，我放在一边用个管装住呢，它没有受影响。就是壁虎呢，哎呦，真的很厉害哦，好像个人一样哦，嗯，远了点就闻不到了，所以我用那个方法呢。我顺便黏黏的，所以比较麻烦了，点点了。你看我小心的 ，OK， 黏黏的，固定的，不会掉。这是上面靠近那种黏黏的。啊，准备这个就是我自己弄好的咖喱粉啊、胡椒粉啊、辣椒粉啊，啊，掺一瓣加一瓣的爽身粉，因为爽身粉还可以帮它防。没有伤害的，所以变成，因为啲咖喱粉啊，它其实如果你唔弄好后咧，它会有发一种昆虫长出来的，所以如果我用呢个方法咧，就没有那个问题了。我觉得不均匀啦，而家先至看到原来还有不均匀啦，没关系，我搞一沙子吓，然后咧，我将它铺在上面，你看。不用那么厚的，薄薄就可以了。因为主要呢，我就想它那些粉黏住那张纸，那张胶纸，给它好像没有容易吹到周围有啦，还有比较保存某一个地方啦，即感觉到薄薄就 OK 了，不用太过太过厚的，薄薄就 OK 了。啊，本来我不想做那个视频的，写给你就算了。不过我顺便呢，反正我现在做视频，呵呵，没所谓了。嗯，就是系薄薄铺在上边，咁啊放在柜底啦、冰橱底啦。咁你放了咗之后咧，哇，啲壁虎都跟住你嘅冰橱跑来跑去，就是成功了。OK， 嗯，我接下来整理了，你看这样到。Very good. Bye-bye.